刘畅，别紧张啊！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，我就把你接回来了。哦，那这是你家还是我家？这是你公寓啊，这你都不记得了？我当然记得，我应该就是没睡醒，太迷糊了。干嘛大惊小怪的？ 别愁眉苦脸了，别皱眉，亲一下，好了，笑一笑。 是我们，你还记得你的愿望清单吗？愿望清单，好好经营私房菜，一夜暴富，找个男朋友。 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这些是要我买单的，交给我了。 偷看我东西了？我是不小心，媳妇的时候看到的。啊，我不管，我现在都没脸见人啊！哎呦，有梦想不可耻，躺平了才可耻啊！再说了，我不是现在要带你实现愿望去吗？那是第一条，还是第二条，还是第三条？ 刘畅，我们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嗯，上车。
怎么了？凡凡，我送你个礼物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么神秘。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那要闭眼？嗯。睁眼。还是回家舒服。啊，我也觉得。饿。我也是。那我去做饭。嗯。嗯，吃什么？中式还是西式？你做的我都喜欢。那蛋包饭。那我去收拾东西了。好。你不是说给我做饭的吗？什么时候？你慢点，我小心啊。疼吗？
地就忘了正在做饭了。没事儿，你这是最近太累了，但下次一定要注意啊。嗯，那我去给你做饭。那我开动了。嗯。啊，你慢点。嗯。又没人跟你抢。嗯。吃完我带你去看照片。好吃。拍的不错嘛。喜欢我们下次再去。嗯，好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光顾着看照片，都忘了给你做晚饭了。等着。哎，你想吃什么？中式的还是西式的？都可以，你做的我都喜欢。那就蛋包饭。啊，呜！我开动了。嗯。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没什么胃口哎。嗯，为什么？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。你觉得好吃就行。嗯。这么好吃吗？嗯嗯。那，要不你帮我也吃点。好啊，你做的我都爱吃。奇怪，才买的鸡蛋怎么就没有了？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打你电话你不接呢？我手机没电了。我看冰箱没鸡蛋了，就去买了个鸡蛋。你要去买东西，你跟我说一声嘛，我陪你去嘛。大惊小怪的，拿着，我先去放东西了。Thank you.
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？这些，这些是为了增加我们的回忆写的。刘若晨，嗯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瞒着我。你说什么呢？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我饿了。我去给你做饭。芬芬，若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一起来的呀。我忘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走到这儿的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去游乐场。我今天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怎么可能啊！你永远不可能是我的麻烦。但我现在的记忆力可能还不如海洋馆里的。
芬，怎么了？啊，芬，为什么？怎么在我家？我是刘若琛。走开！芬芬，你听我说嘛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走开！芬芬，不是你男朋友刘若琛，你听我走开！好，走开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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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我等会跟你解释，我等会跟你解释。我们在海滩玩的，散步的，许愿的，哎，都在这呢。怎么样，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没？你真的是我男朋友？真的呀，不然我怎么会在你家呢？不可能，如果你是我男朋友的话，我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不管怎样，你先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不是，凡凡，我在你家。不管怎样，你先离开我家，我需要时间想一想。走啊！走啊！医生，我女朋友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她已经把我给忘了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重新想起我？没有办法，失忆本来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。我明白了，医生，谢谢。哦，对了。来来来，失忆虽然不可逆，但是我想起来以前的一个案例了。那个女孩好像受到了突然的刺激，短时间内找回了失去的记忆。你想一想，你们之间有没有非常深刻的回忆？来刺激她一下。深刻的回忆。好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哎，不谢。
芬芳，芬芳，芬芳。
电视机怎么自己开了？怎么又自己开了？我说房东怎么那么好心给我配电视，原来是坏了。我看你这回还能不能开。怎么来了？果然是老房子，连水阀都是坏的。姐说的那样，这个房子风水不好。一定是我想多了。谁啊？刘若琛，刘若琛，刘若琛，老实交代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？我不是怕你一个人不安全吗？
你才该为担心好不好？居然能直接吓晕。你是胆小还是怕鬼啊？我才没有。刘若琛。